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电子商务的第十七讲哦。那第十七讲，我想我们前面都已经把一些重要的主题啊、跟大家做一些介绍，就是电子商务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议题啊、一些过程，还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处理的一些事情呢、都做了一些差不多的一些介绍。那这一个讲次我想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做电子商务的一个创业的评估啊、那这个主题是现在应该大家都非常觉得有趣，而且认为很重要而且很夯的一个议题，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一个微型创业或者是网络创业啊、那我们今天一样啊、请到一个非常熟悉这一个主题的一个业者来跟大家来分享。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很荣幸有这个机会来把过去个人在电子商务创业上十几年的经验借这个机会来分享给大家，希望给各位观众有些启发的效益。好，谢谢那个徐总经理我想我们接下来就看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内容大纲第一个我想我们会介绍的是电子商务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会分台湾中国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概要的一个说明，再来就是电子商务创业的一个衡量，我想这个是最重要的要如何衡量，我们又会分经营形态的一个说明到底电子商务有哪些经营形态再来就是成功要素的一个说明，再来就是电子商务创业的一个分析，这一部分也很重要，我想我们待会也会再多所琢磨，讲得比较细一点，再来就是评估它的架构就是架构的一个评估那这个是我们所要做的一个大纲的说明那是不是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徐总经理逐一的我想我们先进行电子商务市场先做一个概括的说明。好的，我想电子商务现在各位观众都是耳熟能详，那电子商务的市场状况其实也是蓬勃发展，尤其是台湾最近这五六年来，那对照大陆的情况，其实这两三年来也是一样蓬勃发展，所以这里面当然是商机无限的。那刚刚李老师也提到，其实网络创业很多微型创业从网络开始是最直接最快的，那更积极的角度去看，其实我们讲这世界是平的，那所有的这个市场透过网络都连接了起来，所以网络加速了全球化的市场。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必须要在这边先说明跟各位分享是，虽然它是商机无限，但是它却也是竞争非常非常剧烈的。那竞争剧烈其实是来自于业者竞相投入，那投入的业者的背景是非常非常多元的，比如说会有像以我自己的公司的状况来讲，是技术或行销的这样子一个原本的一个网络业者来投入的电子商务的经营，那当然还有另外各类大大小小的创业家，有个人工作室的或者是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或者甚至大学学校还没毕业的就开始创业的年轻族群其实很多。那另外当然还有在早年更风行的是有很多创投的业者集资那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一个这个网络企业的一个经营的。那另外当然还有更多的是传统产业要进入电子商务，传统产业也必须要转型进入到电子商务的市场，所以这样子的业者其实背景是非常非常多元的，那呈现出来当然就是高度竞争的，这市场虽然成长很快，但是竞争其实是非常非常剧烈的那
这样的状况呈现出来，当然其实或许会看到，常常会看到一些成功的个案，但是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成功的个案，但是失败的其实大概是90%以上的业者，大概都是失败的业者，是我们看不到的，所以这是一个现有的市场状况。那另外网络上，在电子商务市场上会有一种网络效应，就是强者恒强的效果。所以网络市场上通常只会有一个老大，或者顶多就是前三名，老大到老三，其他排不上名的大概其实就很难去分到这个电子商务的市场，或者说网购的市场。那另外一个也要去理解的是，投入的业者的资源其实各有不同，每家的资源优势都是不一样的。那对于电子商务的理解，我们所谓学习曲线也都是不一样，投入的成本也都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在做电子商务的创业之前必须要的一个基本的评估。严格来讲，台湾的市场其实是已经成熟了，那但是基础的建设是非常完整的。我所谓基础建设是指电子商务的这个金流、物流、资讯流。不过我们也必须要去认知到，台湾市场是一个内需型的市场，内需型的市场就是一个比较小规模的市场，或者说我们常讲比较浅碟性的市场，因为总共的消费人口也就是这样子，总共网络上的消费人口大概就是1000万的网民，所以比较难达到规模经济的这种网络效益。好，那我们换另外角度来看，把它拉到大陆的网购市场来看看，这两三年大陆的电子商务市场其实呈现倍数的跳跃的成长。那当然在更早些前几年的时候，它的基础建设是不完备的，相关业者大概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那有点像是早年这个10年前台湾电子商务的发展状态一样，是在发展一些基础建设，或者是在做所谓的这个消费习惯的教育。那近三年来其实蓬勃发展，但同样的也是非常非常的竞争，那大部分的商品都是沦为所谓价格的血拼的这种杀戮市场，所以它是成长很快的，但是就是竞争一样是很惨烈的。那另外顺带提的是，其实因为它还是一个发展中，最近这两三年的发展状态，所以它的金流物流，我们所谓的电子商务的基础建设，就包含金流物流等等的，虽然是已经完整的，但是它仍然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那尤其是对特定的一些比较高品质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服务水准，或者是比较讲究效率的金流呢，都还有一些改善的空间。好，那我们讲到这两个市场的状况，其实都会觉得这样时机是不是太晚了？如果从创业，从电子商务创业的角度来看，时机是不是太晚了吗？那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电子商务或者是说网络创业是永远不嫌晚的。当然只要你找到一门好生意，市场永远是为创业者而开的。我想网络上面的商机是无限的，永远是为有心创业的人而开的，只要你准备好，其实它是随时可以来上面来跟大众就是来接触，来做一些那种什么就是交易。好，我想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进行下一个主题的说明，谢谢。好，是不是在请那个我们的徐总经理在做一个那个什么网络新创事业的一个介绍说明。好的，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只要你有一些新的创意，那很容易拿到网络上来做一些实验，所以我们也常在讲网络随时都有新事业，那网络创业的门槛是很低的，那所以现在也看到很多年轻族群或甚至还在学的学生他有一些新的 idea 就跃跃欲试拿到网络上来试验，那因为网络创业的成本是很低的，
比起过去的各种创业的状态，网络创业是成本最低，这是最大的一个诱因。那在后下一个段落，我会再进一步说明，有哪一些网络创业的一些经营形态。那网络创业的资源其实也不少，比如说会有各个学校的这种育成中心啊，或者是政府相关资源的一个协助，都造成网络创业推波助澜的效果。那我们从创新应用的角度来看，网络的商机更是无限，比如说最近几年我们讨论讲的非常热门的是 Web 2.0 概念的一个延伸，所以像 Facebook、像开心农场、像这个Twitter 之类的，那都非常非常的这个这一类的新的 idea 都投入到网络上来，造成很好的一种效益。那再更近一点来看，我们现在也一直在讲云端运算，那只要你有一个新的 idea 把它放到网络上来，其实是都会有成功的机会，比过去需要很大的成本投入，这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时机点。好，那刚刚提到这个电子商务的这个创业模式，应该说经营形态，我们一般来讲可以把它分成几个不同的面向。第一个最直接的，刚刚李老师一开始提到所谓微型创业，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学生、年轻甚至上班族群从事所谓网拍的这种电子商务、网购的这 C2C 网购的这种创业模式，只要找到一个这个拍卖平台，像比如说台湾的雅虎拍卖、PC Home 露天拍卖，或者甚至这个 Kijiji 这一类的分类广告，都可以进行网络上的交易，这个是最低成本的。那再来更进阶一点来看，我们可以去建置专属的这个网站，我们所谓 B2C 这一部分就已经在升级到所谓 B2C， 就是所谓 business to consumer 的这样的一种经营模式。那 B2C 的模式一般来讲，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 shopping mall， 所谓网路开店的形态，就是有点类似于这个所谓在大卖场里面，我们分租了一个店面来开店。那现有国内业者提供这个网路开店的这个厂商其实也不少，也很多。那像 PC Home 商店街啦、乐天市场啦、像雅虎的这个超级商城 HiNet 商城，非常多。那这样的一种开店机制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因为对于创业者来讲，你不太需要去烦恼这个网络技术层次相关的这种问题，只要把你的商品准备好，通常就可以上网去直接贩售了。那这一类的这个网络开店的形态，通常会共用相同的网域名称，那当然会有自己专属的一个店号的网址，但是它会是在同一个这个，就是如同你在这个大卖场底下，你是相同的一个地址门号的门牌的。那我们再更进一个层次来看，就所谓一个专属网站，一个主题型的专业购物网站，那这个当然就会牵涉到很多你自己要去做这个网站的管理啦，那甚至还要到更底层的一些网络技术的这种维护，甚至有些资讯系统、资料库系统，你可能要自己去开发。那当然，这个就是更大型的一个业者所建置的网站。那类似我个人从事的这个公司，像花道家公司 flowerdj.com， 或者是我们另外衍生的 cakedj.com， 大概都是这样子形态的一个所谓主题型专业购物网站。那另外还有一种形态，就是让你可以跟这个电子商务有一些 connection 的，是所谓提供这些大型购物网站的这个作为他们的商品供应商。那像这个雅虎购物中心啊 ，PC Home 的这个购物中心，它会跟所有的这些商品都是来自于实体商品的这些供应商，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跟这个宅经济跟这个电子商务有所这个连接。好，那刚刚讲到这个是经营形态的这种差别，那我想在创业前，我们必须要有一些这个创业前的认知啦，
刚一开始谈到有很多成功，看到了很多成功者，但是成功的网站呢，其实必然有它这个所谓关键的成功要素。我们尽可能去多去理解这些网站，个别的网站是如何成功。不管你是做 C2C 的网拍，或者是做这个所谓网路开店，或者是你建置了一个这个专业的购物网站，都可以找到一些成功的案例，可以有一个成功因素的分析。那当然这些关键成功因素它是只能学习不能复制的，因为这些成功因素它是有它的特异性的，因为每一个业者的资源不一样，也有它阶段性的这个成功状态，因为以前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的成功。如同我们过去这十年来的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每个阶段都一再的调整我们的经营策略。那另外当然每一个成功的因素它是有关联性的，因为你一定是先前辛勤很辛勤的一个耕耘之后，你后面才有办法欢呼收割，那你可能前面的小成功小胜利才能够累积到后面的这个大胜利。好，那另外一个更早些年我们在做所谓电子商务创业的时候，会有一个迷思，其实就是创新跟获利的一个迷思啊。那我想大部分从事电子商务创业的也都会有一些创新的内涵在里面，但是不要忘了，创业的基本目的是在于获利，获利是事业经营的最终检验的目标，所以创新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创新是获利的方法，不是目的。创业成功的因素其实是一个值得我们大家来学习的，因为别人的成功其实可以让我们减少我们的失败的一些那个风险跟几率啊。那是不是再请徐总经理接着再稍微介绍一下执行起来到底是不是困难还是容易啊等等。好的。那我想刚刚提到有些创业前的认知，我觉得有一个部分还必须要再强调，因为电子商务看起来对某些人来讲它是很简单的，以我的角度来，因为我原来是资讯系统背景 IT 背景的来看，它不是太难的事情，但是真正做起来真的是没搞就做，有很多事情 对一般的业者来是看得到但是吃不到的。但换另外的角度来看呢，对很多传统产业的业者，他没有这种所谓 IT 的背景，没有网路的这种概念的人，他其实很难去理解电子商务怎么在网路上面做生意的。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知难行易，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些商品，就有一些产业的 know-how。所以我想必须要强调这一部分，是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理解力跟执行的能力。那不管是什么样的投入的背景，我想在电子商务创业之前都必须要拟定好一个所谓营运策略和执行的方案，这样才能够提高成功的机会。那同时在执行的过程随时检视一下这个营运的策略，跟市场有一个很好的互动，这样才能够维持长期的竞争优势。好，谢谢徐总经理，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进行下一个主题，谢谢。那是不是接下来我们就来再进行下面两个主题啊，跟是不是请徐总经理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第一个就是电子商务的创业的之前的一个分析，我想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要找出一些比较有竞争性的商品或者怎么样做一些分析。再来就是我们的营运评估的一个架构啊，是不是啊，我想这个也很重要啊，请徐总经理就这两个部分呢、跟大家做一些分享。好的。那我想我们一般最常用的这个市场的分析就是所谓 SWOT 分析啦，就是所谓 strength 那 weakness opportunity 跟 threat。 那考量外在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因素，那其实就是有哪一些机会跟威胁。那再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这个一看厂商的这个市场的竞争强度，看这个我们要投入的市场它的竞争强度如何。那从顾客的角度去看呢，有没有一些机会，比如说顾客的满意程度目前现况市场上都不良，顾客满意度很低，或者是提供新的一些顾客价值出来，
这是外在的市场的竞争因素考量，就是所谓的机会跟威胁。那考量内部的这个资源优势，就是我们所谓的强项跟弱势，强势跟弱势的部分。那我觉得这一点是电子商务创业投入者非常重要，必须要去考量的。在创业前，其实我们可以再更精简一点来看两个面向的这个因素。第一个就是人，第二个就是财。如果可以人财两全，那就很好的一种这个竞争优势了。那不要没有能力也没有财力，就人财两空的情况下，你贸然进入一个市场，其实会有点是以卵击石，那失败的机会是非常高的。那另外当然创业之后，如果可以有一种正向的循环，可以做到这个所谓人财两得，而不是人财两失。所以从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面向，从能力跟财力的这个状况去思考，那我们现在再从企管六大功能的这个面向，六大面向来思考：产品、行销、人才、资讯、财务，还有其他的核心能力。那这个是内在面向的一个评估。那另外再加上外在面向的一个评估，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波特五力分析的方式，就是包括目前的市场竞争状态、潜在的竞争者、供应商的议价能力，还有顾客议价能力，另外是替代品，再加上这整个这个政策、环保、大环境的这些因素的考量。那有这样的评估之后，可以进入这个市场来经营。那在经营上面，我们一样可以用几个不同的面向来做评估。那主要的依据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所谓价值链的分析方式，就是分成主要活动跟资源活动来分析。那有哪六大面向呢？第一个最重要当然是网站。网站其实就是跟消费者、跟网络上的 user 直接互动最直接、最频繁的地方。所以网站的要素，它做的精不精美、够不够专业。第二个部分是产品，第三个部分是流程技术，第四个是行销或者是说服务顾客，第五个部分是人才跟财务，那当然第六个部分就是在考量在营运过程上面的整个市场的竞争状态。那我想在营运过程上有这样的六大面向的一个评估架构呢，随时去做这个营运策略的调整，可以确保我们在市场竞争的过程不会被淘汰的。那刚刚提到这个营运的评估架构，我这边顺便还特别整理一下这个创业最常出现的几种错误，来跟各位观众分享一下。那创业者通常会很强调这个 idea 的重要性，那而忽略了管理的这个重要。刚刚有提到，虽然我们很鼓励在网络上很多创新应用发展，但是你要让它成为一个可以获利的一种经营模式呢，当作一门事业来看呢，管理是非常重要的。那另外是常常创业者非常努力在做，但是就是少了刚刚讲的对于市场的竞争状况或者是一些替代品，没有技术的发展，没有很好的去观察、去理解的时候，只知道埋头苦干的拼命的时候，反而方向错误，结果努力下来是没有效益的。那另外，当然，网络产业，尤其是整个这个电子商务的发展是日新月异的，随时都有一些新的知识、新的竞争者或新的产品出来，那必须要随时去吸收新的知识，要多吸收很多的资料，而不是刚刚讲到一味的只是埋头苦干。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对于竞争者，刚刚提到我一直强调市场的竞争状态，因为网络市场瞬息万变，那对于竞争者我们也要更清楚的去理解，包括他有没有发表新的产品啦，他的价格策略如何啦，市场行销的策略如何。所以我们也必须要去了解市场上竞争者他们目前的状态如何。
另外一个，我想最重要的是回应到我刚刚提到人才的部分。人才的部分必须，我想创业刚创业的时候，来自于各方的人才，有时候一个经营团队、一个创业团队不是那么适合，那不能太优柔寡断，到这整个经营团队一直在那边搅和，结果产生发挥不出这个战斗力，所以也必须要有一些这个适当的调整。那最后我想提供几个这个我过去这几年的一个经营心得，让各位来分享给各位观众。那第一个，其实目前的各行各业其实都是一个微利的时代，微利的企业其实决胜的关键反而是在思考说如何我们去做 cost down。 那 cost down 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如何应用资讯科技来达成交易，我想这也是电子商务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涵。那如果可以再加上一些创新的营运行销的一些策略概念呢，我想就会提升很高的一个这个竞争力，我想这也是我们过去这几年来一直持续在做的。那进入市场之后，当然也要去理，刚刚一再强调要去了解市场，要去掌握市场，赶快要适应新的消费习惯，那最尽早去建立所谓先进者的优势，因为这个市场你先进来，你先卡位，你就有比别人比较多的机会。那最后一点是，我觉得在网络上的创意是很多的，那也很多创新的一种经营模式，那衍生了一些很好的创业，但是一到创业的阶段之后，其实是非常辛苦的一段路。那我引述我老师的一句话，叫无商不艰，困而知之啦，任何的商业模式都是艰困的，那你通常是碰到一些困难之后，你自己去体会去调整之后，才有办法去突破。那我希望以上的这些创业的分享可以带给各位观众有一些启发，谢谢。好，那谢谢徐总经理啊，我想他把他这些年来啊那个经营电子商务的一些创业的整个的一些经验呢，跟大家做了分享啊。那诚如徐总经理所说的，我们知道网络创业、微型创业其实，尤其是网络创业的，它的进入门槛其实不高的啊，是啊，非常低，但是成本当然，创业的成本也低的啊，比起一般的传统的创业真的是低很多。那这一部分我想真的很值得我们去做的啊，因为人家也说创业就犹如变形虫一样啊，你开始的时候你或许会碰到很多问题，可是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随时去调整你的经营模式啊，一些经营的一些那个策略，这样子你才能那个，然后再学习别人的一些心得，但是最重要你要有一个 domain knowledge， 那你的本业你要一些专业知识要很强，不然的话你大概应该无从去因应那些其他的一些变化啊。好，那谢谢徐总经理的一个分享，我想我们这个讲师到这边，谢谢大家的一个观看，也谢谢徐总经理，谢谢。谢谢。